大家好，这里是春暖花开在基层融媒体行动，幸福是如何奋斗出来的。今天我们来探访这样一群人，他们通过自身的奋斗，从原有的工作领域主动求变，脱离舒适区，投身新挑战，或在个人的兴趣点与成长发展之间找到了结合点，搭建了人生的新舞台，通过奋斗实现人生价值，获得幸福感。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白酒厂，我们联系到这里的品评勾调师。哎，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职业。我们今天就来探访白酒的品评勾调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职业，而白酒又是怎样一步一步从粮食制作而成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下一定酒，然后我到那儿去尝，流出来以后去尝。对，酒是在那个冷却的那个锅流出来。我们就是说，这个新酒出来以后，它是有糙辣感的，有燥冲感的。然后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基酒按分级储存，经过储存以后，把味道啊、口感让它到一个柔和的状态，我们才拿来使用。也许是这我说的是一种酒啊，也许会两种、三种、四种一块儿组合起来，这个是勾兑。我们现在在市面上尝到的白酒，是经过您勾调之后对，都是我们生产完以后的基酒，经过一段时间储存，然后我们才让它去组合，组合好了以后，然后才能调出成品酒。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您是白酒的厨师长，可以这么理解是吧？做饭的。赵磊现在是酒厂检测中心的副主任，同时也是国家一级品酒师，主要负责酒厂出品的所有白酒的口味和质量的把控。这个就是他一会儿这个就装满了，给了蒸汽了。它这是一个冷却的锅，就从这儿流出来了。往下流酒。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基酒，是吗？对对。这一尝就是我们的前段酒。哦，这个前中后段都能品出来是吗？是的，是的。我感觉特别厉害啊！要我品，我肯定都品不出来的这种。它有什么特点吗？啊，有特点就是入口柔和，闻香呢，就是芬芳扑鼻的这种，香气很醇厚。那就是前段酒更好是吗？就是，中前段。中前段更好。对，我们只是来这儿品尝一下，然后取他们交完酒，我们取回去。对。那就感觉您特别厉害哈，就是。您是这个专业的吗？不是，我也是半路出家的。少年时期的赵磊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初中毕业后考取了一所职业高中，学习计算机专业。2001年职高毕业，走出校门的赵磊机缘巧合地来到了酒厂工作。由于专业不对口，又缺乏酒类生产相关知识，他被分配到不需要专业技术的包装车间，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装订用于包装成品白酒的纸箱。说实话，当时呢家庭情况还算不错，没什么经济负担。当时呢在纸箱厂工作呢轻省，拿钱也不少，一个月两三千块钱，跟身边的人比呢还算比较优越。2001年赵磊进入酒厂工作，当时身边的很多人都很羡慕，不仅在大单位，而且赚的也不少。听说赵磊在酒厂工作，身边的好多朋友开始问赵磊一些关于酒的知识，可是在包装车间折纸箱子的赵磊却什么都回答不上来。当时呢在酒厂干什么，其实我也不愿意跟他们说，
因为我干的说是在酒厂工作，但是我在纸箱厂，跟酒呢完全不着边际，所以呢，在吃饭的时候，他们问我一些关于白酒上面的问题呢，我也回答不上来，感觉挺没面的。与不错的工作单位和相对高的收入相比，赵磊更在意的是朋友们对白酒专业知识的追问给他带来的压力。就这样，他开始萌生要到酒厂检测中心学习白酒知识的想法。于是只要不当班，赵磊就会去酒厂检测中心尝酒。一来二去，认识了检测中心负责人孙海波。虽然没有学历又不懂技术，但是赵磊对学习白酒知识的渴望与执着打动了孙海波。之后赵磊又通过厂内的考试被招进了检测中心，成为了一名见习品评勾调师。这个白酒的品评勾调师是我第一次听说过这个职业哈，我就特别好奇。好奇啊，走，我带你去我们的实验室看看。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好，这就是我们的产品研发室，平时我们工作就是在这儿，一些基酒的勾调与组合都是在这儿啊。这是我的搭档，王主任。你好，王主任。王英杰。我看您在做什么呢？我现在是把这个酒的微量成分就是预估一下它的大概，说在基酒组合以后，它基本是在一个什么样一个范围，就是通过简单的计算吧。那您现在是在做酒的勾兑是吗？对，算比例吗？对。勾兑是白酒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工艺之一，不同年份不同质量的基酒按照比例混合在一起，对酒体本身起到平衡协调的作用，形成另外一种风味的白酒。由于存放基酒的窖池不一样，加上时间、温度、湿度等多方面的因素会对基酒的风味产生影响，所以白酒的勾兑技术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您是从事之前是从事这个行业吗？不是，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就是直接就是来这里。2005年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王英杰，通过社会招聘来到了酒厂工作。本以为可以从事行政工作，在自己的专业上大展拳脚，可按照当时酒厂的规定，新入职的员工都要从基层做起，只有通过考核才能重新分配岗位。就这样，王英杰被分到了灌装车间，整天做一些机械化的工作，这让王英杰感到很迷茫，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选错了工作。好在他及时调整好心态，决定从白酒酿造的基础知识学起，立志成为一名白酒的品评勾调师。那您当时肯定学的也不少吧？确实学很多。你可以看看我其中一部分笔记吧。您还有笔记呢？那我看看看看看看。这是当时的是吗？对，这当时的一些。那你平时如果是遇到这些方面的问题，也要所以放到这儿哈。对，好脑不如一个烂笔头嘛。这都是您当时的。对，有各种酒的比例啊，还有一些酒的认识啊。还有看整个验算啊，对，整个这个数量的过程哈。对，我看这个本儿哈，真的记得是特别清楚。好多。然后特别详细。就这样，一个半路出家，一个改变专业，赵磊和王英杰两个努力奋斗的人，在酒厂检测中心完成了实现梦想的第一步。相比之下，王英杰算是有基础的，而对于基础薄弱的赵磊来说，这些就成了难题。难题多了，从不懂到后来到现在这样，中途的学习历程真是太艰辛了。整个这个过程，您觉得记忆犹新的最难的点在哪儿啊？难就是每天你尝酒，你记不住啊，你尝完就忘。然后你就这没有别的捷径，就只能死记硬背，每天就是尝酒。一般一直要赶上头考试了，厂子里边有考评啊，我们都得
晚上拿家二三十毫升拿家再尝去做笔记啊，一般都得尝到十二点，这不尝醉了。尝一般不会醉，就是尝一点就得啊，尝一点少尝了，就相当于是记住它这个味道。对，就是反复的去记忆。所以您两位给我的感觉哈，嗯，就是您更偏向于这个从经验中对寻找这个专业性，慢慢一边学一边干吧。对对对对对。然后您就是属于理论派吧？理论派。那您两个会不会有争执？因为你两个是比较天天有争执，那不一天争执七八回的。哦，嗯，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这酒，我说加五味生，他说加十味生，我们就是这样的冲突。哦，就是为了几毫升，甚至几微升，不是毫升。几微升，对对对，这些数字化的东西，您觉得多一点少一点都还是要严谨一些。对，我觉得好多东西就口味上面达标过关就可以了，但他不行啊，他看指标了。赵磊和王英杰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争论中共同成长。经过多年努力奋斗，二人先后取得了国家一级品酒师的职业资格。2016年，王英杰成为第九届中国食品协会白酒分会国家评委。2020年，赵磊成为中国酒业协会国家评委。每年，他们都要根据消费心理预判和市场需求，结合计算机数据检测来调制白酒的风味和质量稳定的新品种，供市场检验。而他们的幸福生活就在这一看一闻一品中慢慢实现。一天下来，我们认识了倔强不服输甚至有点爱面子的赵磊，还有专攻专业技能工作严谨的王英杰。他们都是从非专业到专业，这背后付出的努力可能是我们大家所想象不到的，但正是因为这些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幸福。而同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抓住了新机遇，创立了新职业，搭建了人生的新舞台，通过奋斗实现人生价值。下面我们就跟随另一位幸福探访人海波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春暖花开在基层融媒体行动，幸福是如何奋斗出来的，我是幸福探访人海波。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新时代的春天属于奋斗者们，新时代造就了新职业，很多的新职业人职业发生了改变，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有的钱包变鼓了，有的幸福感变得更加的强烈了。今天啊，我们就去探访一位新职业人，大家一起去听一听他的奋斗故事。整理收纳师卞月纯曾经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老师，但是一次意外受伤让他不得不放弃心爱的舞蹈事业。2010年，他接触到整理收纳行业，成为了国内第一批职业整理收纳师，从业12年来，为2000多个家庭提供了整理收纳服务，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这一行业。哎，卞老师，我一直有个疑问啊，就是整理归纳师，我认知未必是正确的啊，就是把衣服叠一叠，整理一下，完了把它该扔的丢一丢，该留下的就留下。这个工作的状态是不是我说的这样？不是。那都那么样的话，家里每个人都能做，要我们干嘛？对，我这有点肤浅了。但是刚才跟您聊完了之后，您说到了对于这个人与物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呀，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带我培训一下。对，我带你去体验一下。好，这就是您工作的地方。好，我们一种不将就的生活态度。哎呦，这个理念非常好。来，请进，咱那个消个毒呗。消个毒呗。好，来，哪个都可以。都可以是吧？对。好嘞。哎，来，我帮您。哎，好，谢谢。嘿，防疫措施必须要做到呀。对。好嘞，不好意思，谢谢。嗯。那这个就是平时学员的学习的地方是吧？对，你看一下这里整理的怎么样？比我自己的衣柜要利索。这是不合格的，这里的层板太多了。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层板把它拆掉，然后呢把这边加一根衣杆，把剩下的这些衣服全部都挂在这个柜子里面。其实整理呢，其实要达到了我们说五个点的标准。首先我们要放得下，放得下，这是不是刚才放不下？我们解决放得下的问题，它才能够找得着，才能看得见，看得见才能用得上。嗯，啊，用得上以后呢，最后一个标准就是一定是容易还原的，还能放得回。对，很容易放回去。哎，我发现这整理师啊，这不仅仅是这个。我们80%是要靠脑力劳动的，20%是靠体力劳动的。我就赶上今天20%体力劳动的培训了。嗯，怎么去规划呀？这个需要系统的学习才可以。哦，就我为什么要在这儿改？改的时候，它这个承重结构会不会受影响？受影响。你知道我那个学舞蹈的时候，不是身体受伤了吗？嗯，身体受伤的时候，就是颈椎、胸椎、腰椎都有病。哎，然后像上门诊里的时候，自己爬高。等会儿你会看那个百纳箱，那么大一个箱子装好了几十斤，就我一个人往那柜子顶上抬，然后那些物料啊什么的。一会儿要就这些衣架都是一成箱成箱的去往顾客家里往上抬。那您这20%的体力劳动也是太强度太高了。为什么这么干？都是我这12年自己干出来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个标准，说啊，为什么我们柜子要这么改？我这个杆儿要加在哪儿？它这个尺寸是多少？间距是多少？这些都是一点一点干出来的。那个时候就这个手啊，现在还能。这个染点指甲了，原来那根本想都不用想，这指甲全是劈的，都劈到肉里面。从卞月纯的讲述中可以感觉到，整理收纳行业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作为一名女性，用12年的时间在整理收纳行业深耕细作，通过奋斗逐步改变自己的生活。您怎么当年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从舞蹈一个专业从业者来转变成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新的职业？原来不是舞蹈嘛，我就觉得这个上舞蹈教室练舞蹈的人嘛，他穿上练功服的时候，自己的肢体语言非常的好，然后一旦换成自己的衣服的时候，就发现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然后我就想，这是啥原因呢？上他们家才看见东西太乱了，根本找不着。所以就因为这个，就是我觉得说，我想让人变美的这个心，我自己本身也爱臭美嘛，然后我就开始做整理的这件事情。卞月纯刚做整理。整理师时，客户的诸多要求和对业务的不熟悉，都是他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他要面对的更大问题就是，每当整理客户家的儿童房时，便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孩子。刚开始，因为孩子不懂事儿嘛，他又没有不理解，说会埋怨你。当然有啊，就闹啊、哭啊什么的。就是谁要碰他的玩具，他是完全不让人家碰的。就以前，现在好了。他这种对于就自我的物品的保护欲。然后有一次我也不太懂啊，他6岁左右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这个为什么不愿意跟小朋友去分享你的玩具？他说我不为什么，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不想跟人家分享。然后你知道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就问他一句，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从小爸爸妈妈没有在身边陪你，然后你觉得你的东西不想跟别人分享，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6岁就他一下子就哭了，就小的时候他会。就我没有时间带他了，我就会把他带到那个顾客家里去。我说你坐在这儿玩啊，然后呢，我往上楼上搬东西的时候，他说妈妈我帮你，那不有小推车吗？对，他就拉着那个小推车。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最忙？就是我女儿放假的时候，我们是最忙的。人家放暑假了，家里闲着，然后我们甚至过年的时候也去整理什么5一啊、10一啊。就是顾客闲的时候，我们就是最忙的时候。当妈的嘛，心里就觉得太对不起孩子了，但没办法。我们能感受到卞月纯对家人、对孩子的歉疚，但家庭的责任、追求幸福的信念，使他不能停止奋斗的步伐。整理收纳师走进人们的生活，这不仅给家庭整理带来了新的理念，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具条理性。刚刚啊，跟这个卞老师了解和学习了，也初步对于
整理收纳师有一个简单的认知，他们啊不仅仅是为了这些顾客们去叠衣服、整理一些服装、整理一些物品，同时啊他们会更加合理的让顾客家里的这个空间布局更加的有一个规划啊，同时呢传递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接下来啊，我就会跟随卞老师啊一起来到一位客户家里，一起去看看他家里的整理情况是如何的。那卞老师，这就是客户的。对。哎，你好，你好，你好，打扰了啊，不好意思。来，这有点小哈。哦，这是多大的面积啊？这个我是。一共60平左右可以使用的面积。我孩子要上学了，就是从稍微比较大的一个房子搬过来。原来那个房找过那个我们就是卞老师他们去整，就特别特别好，当时特别惊喜。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从哪儿下手开始？它的规划已经很好了，就是框架的规划，对，框架的规划很好了，还得从那卧室开始，还得从卧室开始，对，好，我们还得回去，那还得回到卧室。我们这几位，这个，你看它这个就属于这个柜子不合理，需要改造层板。这个空间也要重新给它做一下，我们来把这些东西全部拿下来。我觉得挺合理了，这个罐摆的都挺好的。但我觉得从事这个整理师这个工作的人，一定是有一个坚韧不拔的这种精气神，就是因为对我一定要把它怎么怎么样，而不是这种啊敷衍，而不是说啊我差不多就行了，差不多这个事儿在整理师的眼里绝对是不可能有的，对吧？我给你变个魔术啊！这哦。这个原来是在他别的原来那个家，这个东西他自己挪过来，这是搬咱们定做的吗？这个对，原来他那个家做的，结果他自己放到这儿了以后，直接放这里，他就落来的。对，其实这个都可以去每个这个可以卡在一起的。哎呦，这么看起来是不是不一样了？从视觉感官上，这一下就不太一样了。2021年1月，在人社部公布的一批新增的职业工种中，整理收纳师便位列其中。从冷门行业到被大众接受，整理收纳师正在逐渐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据相关行业数据显示，整理收纳行业年产值已达1000亿元，整理行业在未来2年的职业岗位需求将近20000人。目前整理收纳师基本是月薪10000元左右，高的可以达到数万元。这个家庭整理完了，大概咱们算一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情况呢？菜菜，你量了多少了？多少了？他们家总共下来是8米。8米？对。8米。跟1000。就是8000块钱的这个整理。那你比如说菜菜一般一个月会有几单类似这样的客户？我们按单算的话，其实单量还真不多。因为你像这个活好干，它是好干，半天就能干完了。那不好干的活基本上要一个星期，有的时候能干10天。哎呦，那像那种的话，你一个月也接不了几单。菜菜，你自己说说，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对，刚开始的时候，收入是相对会比较少的，但是我现在的收入比以前的时候要多多了。那能透露一下你原来的时候和现在？以前的话，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可能到手就不到4000块钱。这个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对，相对来说会少一些。然后，但是，做这件事情的话，收入会比以前多了好几倍。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当时是我在德国学的企业管理。在德国学的企业管理，回到了国内。这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很多人选择的，按部就班。对，按部就班。可能您现在听上去觉得我们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我们前期并没有这么多的收入。我觉得所有的付出和收获都是成正比的。蔡颖哲已经成为卞月纯整理收纳团队的骨干力量，他也有了自己的整理收纳团队。团队成员和蔡颖哲一样具有留学经历，他戏称自己的团队是国际整理收纳团队。这种高学历从业者的加入，使得整理收纳行业更具活力。真的是，我觉得整理过之后，突然觉得每个东西就各就其位，因为现在能看到的整理效果是非常好。我们看柜子里边，这儿，
就刚才那个往里放的东西，放的那个东西，对。你看，原来这个上面，这上面全都是、哎。刚才我真的是不忍入目啊！这看，这是我们带过来重新弄上去的。哦、啊，那这是需要打钉吗？那个？对，直接钻上去的。哦，哎呦，还、哎、真的是，这女汉子什么都能干。我觉得你们的工作能力太强了。啊、哦。哎，这是一个神秘的空间。对。嚯、哦！卧室，卧室，主人的卧室。你看那小推车就放在这儿了。哦，就刚才整理的，放在客厅里呢。梳妆台嘛。这还有小梳妆台。对，然后你再看看这个柜子也发生变化了。哦，我看看。啊。哎，我从这儿钻过来。你过来。嗯，我瞅一眼。哇，太整洁了。衣服啊，按厚薄、颜色分类，给归纳好的物品呢、啊，逐一贴上标签，标志着收纳整理工作的结束。从白酒品评勾调师赵磊、王英杰、孙海波，到整理收纳师卞月纯、蔡蔡，他们突破原有圈层，投身新的挑战。每个人的故事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断学习，勇于突破，以奋斗者的姿态前行，追求幸福生活，奋斗在奔向幸福的路上。